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八卦掌与养生，的是来自香港养心武艺总会的邓昌成老师，他为我们发表的论文是《八卦掌与养生》，并为我们展演他最擅长的八卦掌。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邓昌成老师，张胜奇老师，请准备。 大家下午好，尊敬的林彩凤老师，张荣达老师，来自香港的马伟焕老师，新加坡的刘一龙老师，山东的张新奇老师，还有各位长官武林同道，我是邓昌成，来自香港啊，今天说一下八卦掌。 八卦掌一向给人一个比较神秘的、复杂的，还有注重积极性的一种武术。其实八卦掌是一个比较简单，而且健身功效很好的武术。我们先看一下哦，八卦主要是八个卦连起来的一种武术。 八卦掌主要大家都知道，它是用步伐为主的一种传术，它是主要是走躺离步，躺离步哦。但是要有这个效果，我们主要有正确的那个姿势、技巧，还有走步的粗度，还有一个训练的计划，才能比较有健康的效果。 八卦掌跟其他拳术有一点不同，它好像我们跑步了，是一个极限的。八卦掌就利用一个场地，用一个圆圈哦，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就可以练拳了。我们现在很多那个科学的知名，如果走动太多，好像跑步了，对膝盖那个伤害很大的。有人有那个。 跑步啊，减肥啊，他们一天超过15000步了，那对那个膝盖就受伤很大了。很多打太极拳的也有这个问题啊。如果不运动不行啊，多走也不行。走多2万步一天的，那你的膝盖伤害就很大很大的。我们说过了，大概是一天。 最多是5000到8000步，那是最好的锻炼。八卦掌的好处，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它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啊。第一，它是左右相对的动作，好像单边我们打单边哦，主要是左边，但是八卦掌是两边都有。对，而且它那个身体比较要求挺直。 所以对这个腰部比较好啊，还有它是整个人是撑开的，不是软绵绵的。另外它走的时候可以空气呼吸啊。好，我们多翻几页啊。那个书上都有了，我们再慢慢再看啊。好了，八卦掌最主要是这个姿势啊，第一，走步的时候。 太极拳要求去理顶劲，八卦掌一开始就要收上啊，肩膊要垂下来，然后走的时候打人如走步哦，所以身体有放松。还有它的特别是走步的时候，那个脚尖跟脚掌要交替的前进。 步的大小跟那个人的体高，调整，还有手不能太放松哦，太放松。然后走的速度，究竟是慢呢还是快比较好，就看我们的要求，看我们那个功力怎么样。
走步的时候不能太快，太快你的呼吸就不能调整了。然后究竟每天练呢还是怎么样？每天练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隔一天练功效更好，就只是走步30分钟已经可以。啊，还可以过去，再过去吧。嗯，初练的时候因为要求比较高啊，要身体沉下来，所以这个人有一点那个累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计算我们走多少步，就是一个方向走8个圈，每个圈8步，然后完了再往右边走，所以总共1个圈64步，2个圈就是128步，那就可以了。跟其他武术一样，因为它要求比较低，所以先有热身，然后把那个身体那个温度调整。走的时候蹲低一点，那就强度比较大了，还可以。打完以后记住一定要做一个伸展的运动，把身体体温降下来。我们八卦掌怎么分呢？就一个圆圈，圈的外面我们叫圈外，圈里面叫里面圈里啊。八卦掌有先天掌、后天掌，它的起势是先天是从一个正宫开始，后天是离宫开始，好。他有一个歌，自己慢慢看了啊、哦。好，再来。八卦掌主要是两个部位，一个摆部，一个扣部。摆部就是脚向里面摆的，叫摆部。再往上，走一个圈叫扣部，就好像中国一个八字一样。然后再你看他的脚往外的摆，叫外摆部。在上呢就是外扣步，然后再往里面走，这个是摆步的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急步，也叫顺步啊。八卦掌主要是这三个步，那明了这三个步以后我们怎么样再开启运动呢？好，再转一开始我们要把手伸开，然后把那个手指张开，张开的意思是那个气往下沉，往下沉，不能放松。然后我们走步的时候要平起平落，要很小心的啊。再过去，我们把那个文字跳一下了啊，再过去。走步的时候，我们说那个好像耕田一样啊，就后面有一个犁耙拖着一样啊，那就加强那个力量。走步的时候要求了平起平落，有几个走法，有膝盖的，有挺起也有。然后我们开始练，主要是练几个掌法就可以得到挺身的效果。我们先开始是这个舞体，好，再来，手一定要撑开啊，啊，再来，好，第一个掌叫猛虎下山，主要是练下盘的，然后你腿力比较大，气往下沉，把那个撕开的关节的痛就减掉了。第二个是往上的，叫白狗仙果，就是气往上提，你要把你的肺啊那个力增强，脚步也增强了。第三个是带盘展翅，这个是对肺部最好，对那个呼吸系统最好。还有那个狮子张口，狮子张口就是人凝向全中，那个身体就往左走啊。第五个是两个掌往前推，
头要站起来，对那个是比较好。还有第六个是怀中抱月，是对肝脏最好啊，治理肝脏。还有这个是几天擦地，对腰骨最训练最好，因为把腰骨的拉直也对肾脏很大的帮助。还有第八个就是手往前伸，手往下沉，对那个小腹比较好啊。还有这个是八卦对身体那个要求有什么好处的一个图。最后说一下，这个图是董海春老师传下来，他主要是我们学拳的时候，跟那个树围着圈走，围着圈走，这树慢慢的长大，你的功力也慢慢的长大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再过去，好，再过去了。今天主要我是讲一下那个八卦掌那个走步对身体怎么好。我们今年经过不同的试验，对那个糖尿病的那个脚步脚软啊，还是脚出血啊，就有效果。我们已经治疗了很多那个病人哦。现在下来我先示范一下那个八卦掌，把那个八大掌连贯起来的一个套路哦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老师经营中国武术已经40多年了，他是八卦掌、形意拳及太极拳的权威武术家。他在香港开办了养心武艺总会，教授中外世界各地的学员，诲人不倦。邓老师现在是香港杨氏太极拳总会的总教练，也是香港国际八卦掌协会的会长，香港形意拳学会的副秘书长。他不仅是一位武术家，更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、篆刻家。他的作品还被收藏在国家美术馆，真的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武术名家。接着